好多碱水，都吃了没？没一盘。哇，这碗汤好接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王，这里是老丁。今天来到三里屯这边一家面包店，叫蓝麦面包。是哪个呢？吃一个，先吃盐水蛋蛋。这一袋六个，蛮好吃的，小馒头的，很扎实。看鸡腿还挺咸水的，就是它那个麦香味挺浓。它还微微的咸，里边会有回甘，就是碱水的特色，还行。它不会特别干，就是它里边汁挺湿润的。下一个吧。紫米奶酪南瓜，大紫米挺香的，这玩意不是奶酪，奶酱，是南瓜吗？是南瓜，就是很松软的那种面包。我觉得紫米挺好吃，香味挺重。等会儿，咱俩比个心。有点毛病，这是他们家那个有妈呀，不会不吃蛋糕啊。然后这里边有一块奶豆，淡淡的奶香味。好，发现好像也是零卡的哈，我刚在那边看，这不甜，还有芋泥奶油很有颗粒感，有芋泥纯纯的味道。它的芋泥奶油味特别重，应该没少放奶油，蛋糕皮挺松软，能吃出来是好奶油，不腻。如果是甜杏仁，我觉得吃它可能会没那么甜，对，就挺清淡的蛋糕卷的味儿。一个是29，一下很难爱。这个是墨香，我觉得这。其实你俩把我换了吧，真的累了。能吃了吗？能。哎呦，把奶酥掉了，干什么呢？我靠，里面馅好多呀！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一下被猪嚼烂，顶住了。没见过这大场面，主要是来的都是美女，不好意思。我腿跟腰上，这越往边上馅越多呀。我这碱水挺行的，虽然贵。哎呦，馅哪呀？馅儿蛮多的。又好吃。不过它奶酥稍微会油大一点。我还能想它是茶味儿的。红茶味道很。这个是百香果，百香果奶酪的，哎呦，破牙了，这就是百香果的风味，特别浓，吃着没有那个伯爵红茶的腻，对，比较酸，但是可着吃实了，要影响口感，有点多，所以我这种牙口不好，有点尖牙，但不过它那奶酪还挺好吃的，有点带，白白的。怎么了？我突然想到，咱俩应该第一个从店里买这么多米包，全吃了的。那面包可能也没想说没法活着走出这个店。在咱俩曾经的战斗里，这不算多。主要今天没怎么吃饭，也就吃了两碗冰粉，一个土豆片。炸鸡问谁了？炸鸡消化了呀。牛饼问谁了？消化了，怎么消化了？我感觉好像人家都是买着带回家吃，当早饭一天一个。妈呀，好看一盘，买多少吃多少啊！不知道，觉得它的碱水还挺好吃的。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不错，这百香果也挺好吃的。就是这俩碱带馅儿碱水不错。那个芋泥奶冻卷，我觉得就是如果减肥的话，想吃甜品，可能比别的蛋糕
负担小一些。但是他没有那么惊艳，没必要特意来吃。这欧包也不惊艳吧，就是盐水比较舒服。对，那米面包有人吃过吗？可以推荐一下。总体来说，他们家面包比较小，价格偏贵。嗯，对，他们家还有什么你们觉得好吃的，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下。对，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一键三连哦。北京甜品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